你。王小倩，你能不能别磨叽我？你磨叽我一天了，这事我真不行啊。秘密，你都搬咱们小区来了，你就当为咱们小区做贡献了呗，你就帮帮我行不？真不是我不做贡献啊，就我觉得你这事儿太不靠谱。咋不靠谱呢？你让邻居们看看，王小倩儿要当导演，你能导出来啥？秘密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一定能把这个公益小视频拍好。你拍公益小视频是好事儿，但是我不相信你能导好。这样，王小倩儿哈，你去找小米粒儿，告辞。行，那我让张璐回去了啊。等等，你刚才说啥？我说行。是后边那句，我让张璐回去了。是那个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的守门员张璐吗？你俩不见过吗？是那个一路陪伴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张璐吗？对呀，就是他，他来咱们幸福小区搞公益活动来了，正好拍这个公益小视频，你看多好。方导你好，我决定正式加入你的团队。不是，你确定吗？确定，特别确定，不能再确定了。好，有你的加入，这事成了。哎呀，小朋友们好啊，好好训练啊！你们是中国足球的未来，你们是中国足球的希望，一定不要放弃，坚持你们的梦想啊！这就不给了，这我还有用吗？张璐，别动，我迷糊。啊！你看你脑袋跟个球似的，你转第一圈时，我就想给你接住了。还好没接住。要接住，不该一个大脚给我开出去了。那是哪儿？那是哪儿？张璐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是的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最近咋瘦了呢？别提了，这不前两天有点上火事儿吗？啊！撒开！太不拿我当回事了吧？啊！呀，小倩儿啊，怎么还能叫小倩儿呢？那我管你叫啥呀？这派头子看不出来吗？这派头子。现在是导啊，导游啊，还导算呢？我是导购，不是，我是导演。王导，王导，你好，王导 啊，你找我来啥事儿啊？是这么回事儿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个我呀，想拍一个公益小视频，讲述的是一个足球运动员走进社区，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的励志故事。好事儿，好事儿，这事儿我参与。好，那你别，但是你别掺着我。这事儿我也参与。确定啊？确定，确定。那你们俩看看剧本吧。好，上那边看看剧本，上那边看看剧本去。张璐，啊，你好帅。秘密，你也很漂壳啊，是亮写分家了。不是亮，你写飞了。再来啊。秘密，你也很漂亮。张璐，我喜欢你啊。秘密，我也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你。这是啥故事啊？这也不是励志小视频啊，这不爱情片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呀，前边一部分呢是爱情片，后边呢就全是公益了 啊。不是，王导，你这个词儿写的也太肉麻了，人家一个女孩子不好意思说啊。啊，那秘密，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呢，我就找小米粒去了啊。好意思。别好意思，张璐，要不这样，咱俩先试一下，行吗？那就试试。太好了，来吧，你们俩来试试戏啊！嗯嗯，听我口令啊！嗯，头一段开始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开始直裸，最好邻居们不要太想我。好，我现在已经下班了，
但是我的心里面装的全都是你们小脸儿，在这给你们敬礼了。李碧，你收到了吗？收到啥？我都没开呀，我都。好好休息啊，哟，妮妮，妮妮，天哪，你这一个人在这干啥呢？哎，他俩不是一个，这还有俩呢。你俩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天哪，看着了，仨人啊，妮妮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干啥呢？拍综艺小视频呢，你看出来吗？我来帮忙的，男一号。我女一号。哎，这你男一号，你先等一会儿吧。来，我想问一下，谁是导演？王导。我听过乔导、方导和卢导。王导是什么导？他呀。是他吗？你拉倒吧，这是俺们小时的王胖子。来，王胖子，来，不是小倩，小倩，来，我跟你说。往哪儿？咱那个，你俩去上那儿背背词儿啊啊！哎呦我的妈，还是家背背词儿？我天哪！来，我跟你聊两句来。你要拍什么玩意儿？公益小视频。那你拍这玩意儿，你应该找我呀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能找张璐呢？张璐是足球队队长，我是保安队队长。你啥时候封的？谁给你封的？自封的。你把那字去掉了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呀？这怎么的？这导演脾气都这么大吗？不是我，我是意思啥呀？你拍那个什么什么小视什么小视频来着？公益小视频。公益好啊，公益好啊，公益我必须得参加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给我加戏，我必须我得一块演。公益这事是不是好？咱们得参与，对不对？不是。你想参演？下班了，来吧，你让我演吧。想想啊，你想演，行，我给你安排个角色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剧情是这样的啊，有一对情侣，站在你的面前谈情说爱，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，明白了，一动不动，体现出你爱岗敬业的精神，明白没？太好了，这就是我呀，我就一动不动，我跟你说，情侣谁演的？他俩不行，咋的？过来，怎么的了？对不起，打扰了，你们俩继续看。不行，啥玩意儿？你疯了你呀？你想啊，你知道我对秘密那种感觉和感情，你怎么能让他在我面前跟一个男人谈恋爱呢？我还一丝不动，我能不行？不行，这样拍不行。咋的？我要求。改剧本，改剧本啊？咋改呀？我演男一，不是你瞅瞅，秘密演女一，然后剧情好玩的地方是秘密追我，反差点在于我不同意，然后他就死皮赖脸追我，哎，我就是坚决的，我认真的，我都不同意，我拒绝他，我残忍我，没到没到，哎，然后。最终在他穷追不舍的追求下，我呢良心发现，最后我们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，好不好？你小脸儿，你明儿个别叫小脸了，叫大脸吧。我是在圆我导演的梦，不是在帮你做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你想不想参演？研究嘛。想不想参演？想，别吵着，别吵着。想演就听我的，好不好？行，听你的，按你的来。来，站好了啊！一动不动啊！听到没？按剧本来啊！你们俩背好词没？好的。来，差不多。咱试拍一次啊！试拍一次啊！来，秘密，你站那边啊！你往这边站点。操控是啥呀？怎么没开拍呢？你可以动动。来，站这边啊！你们两个啊！互相对望，深情的对望，产生了爱情。来，听我口令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张璐，你好帅。妮妮，你好漂亮。张璐，
其实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。什么话？王姐啊，下班了，对你回来了。我不渴不渴，别给我拿水，别给我拿水。姐夫呢？厉害了，沉不沉呐？于小脸，嗯，你干啥呢？我跟王姐聊天呢。王姐搁哪呢？在我心里啊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不是故意的，我是。你还想不想演？我想演导演。想演就别动。我不是不动，我这么想，你这多好的机会啊！我寻思我多加点戏嘛，我寻思。能听我的不？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听我的，站好了啊！别生气，别好不好？好。要我就不拍了啊！拍拍拍拍拍拍，干啥呢？拍拍拍，来。这条过了啊，我后期剪去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张璐，原来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。了解你之后，我知道你更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让我好感动。谢谢咪咪，也希望能有广大球迷都像你一样热爱足球运动。张璐，我今天要向你表白。哎，不是，这个绝对不是故意的啊，绝对不是故意的。为什么呢？不是，王导啊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不是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呀就在这站着哈，我很投入，我一丝不动啊，我就想我怎么进入这个角色。突然一个小流氓一下就钻我鼻子里去了。我就顺着就不行，挺没劲的，我就拿起你一个喷嚏打出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谢谢啊，好，理解。来，咱继续啊，哎，来，你搁这继续站着啊，哎，走，上别地方拍。哎，王导，你这招太狠了，你啊，你怎么还撤了呢？你还啊？我上东门拍去。你要上东门拍去，我就调东门去。我上西门拍去。那我就调西门去。北门拍去，调北门去。我上南门拍去，调南门去呗。你跟我俩搁这打麻将调风呢，咋的啊？你跟妆跟的是不是有点紧的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什么妆啊？小脸，我就问一句，你能不能不捣乱了？我真没捣乱，就是想不想参演？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想参演。好，放心，导演，小心啊！接下来你放心啊，绝对不会有一点失误。放心，最起码在我这儿。是绝对不会有打断的，好吧？哎，保证来，再有一次肯定不拍了。你行，肯定不拍。你再有一次我都不拍了。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张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希望你能带着。哎呀，谢谢，带着它，就如同带着所有球迷对我的鼓励。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。这是我最珍贵的，也是我经常会用到的守门员手套，送给你。谢谢。其实呢，有一句话，我也一直想对你说。那我们于小脸喊我干啥呀？你听听，是我这儿的动静吗？王导，你的。继续，不接。不是王导有声咋拍啊？我后期可以剪下去。不是你，关键你接一下，万一谁有急事找你呢？有急事我也不接。万一是你喜欢的小米粒呢？喂，谁呀？喂，我呀。啊，你小脸儿。你给我打电话干啥呀？我想你了。我去你的吧！于小脸，你行啊，把我的导演梦全给搅和了。不是你干啥呢？你看看，什么叫搅和？你拍这玩意儿，你是说，哎呦我天哪！你说你行了，小脸，我跟你说两句啊。我呢，肯定是让你多心了。今天这个小倩给我叫过来，就是说拍一个公益的小视频。然后我也没多想，也没想跟你抢，啊，我现在全部的精力都在这个
训练、比赛、公益事业的，哪有功夫谈恋爱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刚才没有，没有。陆哥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老弟在这给你抱拳了啊！你给我吃一个定心丸子，我。李小脸，人家好不容易有一个跟张璐一起演戏的机会，全让你给搅和了。这啥叫搅和呢？哎，我真不是搅和啊！你要是单纯的搞公益，陆哥，我绝对跟你一起呀，不仅支持你，我还要参与。我跟你说，我呀，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小区保安，我还是一个热爱公益事业的好青年。非常好，行了行了，非常好。王小仙，王小仙，我也得说你两句啊。你呢，这个拍小视频，公益小视频是好事，但是你说你用这种爱情的方式来博人眼球，是不是有点不合适了？我不寻思大伙爱看吗？爱看也不行，咱们做公益呢，就是脚踏实地的。你的出发点呢是好的，但是你这么一整，那公益就不纯粹了，对吧？对，那咱们做公益是做实事儿，对吧？我呢做的一路陪伴的公益活动呢，出发点也是为了回馈社会啊，也是为了足球的一种责任，以身作则，吸引到更多人，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公益事业，加入公益事业当中。张璐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支持你。太好，张璐。你先撒开吧，我也支持他。行了，张璐，你是一路陪伴公益活动的发起者，这么的，你说咋拍，我听你的行不行？对，那这么的啊，就让我们肩并肩，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，让我们为了公益事业一起前行。